一个聪明的商城总是会第一时间将优惠信息快速传递到购物达人们的手中，根本无法抗拒。姑娘们，还记得当年为心爱的美衣各种排队等候吗？现在能第一下就买单，就是这么简单。哇哦，会员瞬间又升级了，是否立马感觉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了呢？快、狠、准，这才是足够智慧的购物方式。这种扫个码就可以乖乖地帮你排位，你还可以顺便逛个街，这样的餐厅才够贴心。不喊服务员点餐，当然不用。时间只能用来享受和朋友的欢聚。当然，买单也要够快才有行哦。哇哦，时刻不忘与朋友分享优惠，人品想必又升级了。人在路途 check in 时证件没带，房卡弄丢，这些问题在聪明的酒店看来，通通不用担心。手机就能开门。离开的时候关门即走，瞬间搞定。旅途还是得酷一点。